给他拿个凳子吧。谢谢你啊。周英，你以前是个丫头，抛头露面，穿堂过屋也无伤大雅。但现在，你是少奶奶的身份，那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。当了少奶奶还不如丫头呢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长辈说话，问你你就老老实实回，没问你，不得私下议论。哦。以你现在的身份，去厨房肯定是不能再去了。你呢，平常没事就在后院待着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或者非你不可，也不得往前院跑，知道吗？那我待着干什么呀？这得多无聊啊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以前怎么样我不管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在坐立行走，一举一动，得有个少奶奶的样子。首先，你这坐姿就不对。哪儿不对了？你应该说：“请问娘，我哪里错了？”请问娘，我哪里错了？娘告诉你啊，娘告诉你啊，娘告诉你是我告诉你，你用点心好不好？来，像我这样，双腿合拢，双手交叠放在膝上。来，起来，走两步给我看看。怎么了这？请问娘，我做的对吗？全错了。全错了？可娘，我从小都这么走路啊，也没摔着过呀，没觉得有问题啊。你跟着我，走路步子不能太大，身子不能左右摇摆，走起来是这样。还有，如果裙摆左右摆动，就算失礼。哎呦喂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哎，你去走一圈来看看。这走路和跳舞似的。行不回头，笑不露齿。娘，要不然你带我走一圈。行，那你跟着我走，
你看您这手也不对，脚也不对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哟，啊，你。怎么那样了？继续。哎呀，你看你都被你带的，我没法走路了。不许笑。夫人，西院二老爷的夫人和尹小姐来了。那我过去一下，你继续练啊。还不走？二婶，怎么今天想着过来了？还不是这孩子说好久没见到大婶婶了，想来看一看。大婶婶好。好。吴聘哥哥的新娘子在不在？在。那我能不能见见她？你们都还没正式见过，那上屋里去坐，正好她也在。是配上这样的身手，这周英一定是个奇女子啊！怎么能？我回来了。我今天教了一天，累得我口干舌燥，腰酸腿疼的。本以为会见点成效，谁知道就这一转眼功夫，她不仅没有改观，还变本加厉的成了那副样子了。慢慢来吧，老爷啊，他性子太野了，我觉得我管不了他。吴聘呢，又是大病初愈，估计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看，只有你亲自出马，可能他会怕几分。